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杨贵杰和副处长徐彦立陪同下，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洲以及各单项运动委员会主委们和选手握手寒暄，在教育处查询听取意见。谢国良强调，希望可以增设体育班，让基隆市的体育向下扎根。首先，我希望我们在体育方面能够向下扎根。 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体育班，这个是我们一直很希望做的。谢国良也希望可以增加相关的配套，为比赛的基隆市体育选手们做好防护和复健等工作。然后在体育选手在未来的整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配套，有些像协助他们按摩啊、复健啊等等，啊，可以提供。 提升他们选手的状态的运动的状态的部分，我们也都会尽量积极来协助。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